十二搭灯棚，再过三天就是元宵节了。这时候大家开始忙着准备元宵节活动，如选购灯笼和搭建灯棚，祈求幸福和光明。有首童谣是这么唱的：十一嚷喳喳，十二搭灯棚，十三人开灯，十四灯照明，十五行夜半，十六人玩灯。由于新年期间大多吃的丰盛，大鱼大肉、油炸煎炒，不妨从这天开始实行饮食清淡，清肠润燥。正月十二也是老鼠节，屋子里旮旯都要敲打个遍，平时用的剪刀也要藏到抽屉里，只要听不到剪刀的咔嚓声，家里一年就听不到老鼠磕东西的声音。祝君龙气冲天嗷嗷叫，生活幸福哈哈笑。